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，今明两天天气稳定，不过后天起随着锋面接近就会开始变天。随着入秋第一道锋面在后天接近，中南部将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，午后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。下周一二受到入秋第一道锋面影响，北部气温也会下滑到29度，锋面预计下周三起远离才会恢复比较稳定的天气。